家好，我是Angzhi。今天呢，我要讲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我未必是真的我，包括你们在网上所看到的那些大臀围、大胸的美女，谁都不曾想过，她们脱了衣服竟然其实身材也没有那么好。但是呢，这只是一个小部分啊，我不是说大部分女生是这样子的。那像我这种前不凸后不翘的这种女装大佬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应该怎么去伪装呢？你们肯定想不到事情。今天这一集我就来告诉你们。视频开始呢，你们也记得一键三连给我全部连上。那其实日常生活中的话，就是女装大佬基本来说，像我的话，我是不会去隆胸啊或者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想拥有一个真实的胸，你就必须要拥有一件神器。就很早以前呢，我可能就是不会去穿一些露胸的衣服或者说露沟，因为那很明显我体重达不到100斤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肉去挤这个胸部，所以它就根本就不能实现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说啊，就是如果说你很瘦，然后你想做女装大佬的话怎么办？这个呢就非常考验现在的技术。我不得不说，现在技术真的是越来越溜，越牛批了。就是你怎么也想不到，你们看了我这么久视频，应该没人发现我其实披着一张皮。那接下来呢，就不要被吓到，因为接下来我将揭开这层皮，回到最真实的我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侧面。就已经有一点明显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我拍视频，我正面完全就看不出来，我竟然披着一张不属于自己的皮，而且这张皮呢，就是它有锁骨，而且非常真实，真实到什么地步呢？这个是细节图，而我现在穿上这一款呢，它是翼龙的一个大衣，就完完全全很真实的穿在你的身上。像我最近呢，如果说我要拍一些露胸的视频，我就可以用它，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，并且呢，它这一款就是摸上去就全部是那种哑光的，就像他们宣传的一样，就很真实。就是你真实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它的一个肌肤纹理，青筋红血丝都有。就这假胸呢，就我目前见过最真实的一款。因为这一款太过逼真了，所以呢，我只露一点点细节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穿的这一款，它是一个第八代，它就已经升级了很多了。这一款最大的变化就是气囊胶棉填充设计，胸部弹性很好，手感就跟真胸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就每次用完这个东西，会觉得啊，好害羞啊。平时像我这种拍视频的人，灯光一打，有一些假胸就会反光，这一款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像我刚才坐这边这么久，然后面部的灯光那么多，它都不会反光。这也是我知晓的目前唯一一家解决反光这个东西的牌子。出门的话，它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夏天的话呢，这边可以戴个颈链；冬天的话，可以围个围巾，就完全看不出来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穿上以后的感觉，就这个胸部啊，它一个线条感是很好的，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。像我如果说我穿这样去酒吧。但真的是可以勾引到多少小哥哥啊，像我这种感觉又瘦又高胸又大，真的是无敌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，还有一点是什么，就是不得喉结，它也可以挡住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摆几个 pose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吧。前面吓到你们的，接下来请欣赏我的美颜吧。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，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，我就好像星星在指你千里。